果心仪一啲新入伙屋苑，或者想享有齐全嘅会所设施，不妨咧港铁站搭多程小巴，或者行多两步去到联和墟一带，有唔少嘅租盘选择。温烟路浮游入伙冇几耐，唔少租盘咧都附有全新嘅装潢。屋苑提供565伙，单位嘅上面积介乎158去到1054方尺，户型涵盖开放式至四房，当中以一房连衣帽间嘅单位占超过五成。另外设有花园特色户同埋顶层特色户。屋苑设有超过38000平方尺的住客会所，提供包括儿童嬉水池、17米的室内恒温泳池、会所餐厅和酒吧、水间农场、模拟滑雪机、健身角和娱乐坊等大约30项的设施。而在日常起居方面，屋苑设有大约2647方尺的商业面积之外，更加新延了一条行人天桥接驳去到隔离的屋苑基座商场，有多元的饮食和购物选择，日常买餸就可以去到联和墟街市和熟食中心。